哎，美女，我说了我不骑马，不骑马，你非在这儿站在我车跟前干什么？这是你的车呀？不是我车，难道是你的车啊？你看看，你连车窗都没关。你看你这哦，车里又有车又有手机的，你真不怕丢了呀？不好意思啊，美女，我错怪你了，原来你是在这里帮我把车看着啊。对呀，等你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把车窗锁好，万一丢了可咋办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美女，我刚刚还凶你呢。没事没真事，的不好意思，你来了我就走了。啊，哎，美女美女，怎么了？你家是那个村子的吗？对啊，那我找你帮个忙可以吗？什么忙？哦，我就是专门去到这个大草原来找那个石头，那个石头堆堆，什么石头堆堆啊？叫什么什么包来着？哦，敖包啊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就是敖包。许愿很灵的那个，哎呀，我在这草原找了一天了，这天都快黑了，又快下雨了，我今晚必须要找到那个。你可以带我过去吗？可以呀，真的吗？没问题，走吧。哎，美女，啊，怎么称呼你啊？叫我美娜就好了。美娜，那你是蒙古人吗？对啊，那蒙古人还有这么短的名字啊？不是名字都很长吗？我们蒙古族也有短的名字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你呢？你叫什么？你叫我杨哥就好了，太阳的阳，阳光的阳。杨哥。对，哎，美女，你刚牵着马干什么去了？我去相亲啊，那相的怎么样啊？他没看上我。啊，让我看一下，我上看下看，左看右看，怎么看都好看，竟然没看上，大眼睛怎么长的哦？啊，不是的，是因为他嫌弃我们家的羊没有他家多。啊，我们那边结婚都是给彩礼的，你们这边给羊啊？对啊，和他相亲，下午那个女生家里有200头羊，我家只有100头。哦，所以没看上你啊？对呀，这也太奇葩了吧！哎，因为家里只有我和姐姐，所以啊，我们想招一个上门女婿。哦，这样啊，上门女婿。哎，美女，你衣服上这个料看着好高级，好好看啊，好漂亮啊，这个料子。你的也不错呀。哎呦，那你摸一下我衣服什么样的料，什么料？像不像做你男朋友的料？哎，美娜，啊？哎呦，那个敖包还有多远啊？不就在这儿？哦，就是这个。啊，哎呀，我发现我都走了好远呢，从那个山头走过来，好累啊。哎呀，哥，你这体力也不行啊，得锻炼了。哦，是的，是的，走吧。哥，你来这求什么呀？我来这儿求姻缘啊。求姻缘？你没有女朋友吗？我有女朋友，我都不会来这儿了。那你知道怎么求吗？我不会啊，那你教我可以吗？可以呀，我来示范一遍。好，你来。双手合十，然后把你心中所想的想出来，真诚的祷告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啊，我会了。好像转圈圈啊。祷告完以后，然后捡几个石头放在上面就好了。哦，这样的，对那这啊，样就完了。你捡的石头咋这么小啊？因为大石头都被他们捡完了。怪不得哦。哎，美娜，这不就会是你家的羊吧？对呀，妈，你家这有多少头？这不止100头吧？其实也差不多了。哦，那这一头羊多少钱啊？也就差不多1000多吧。那这100头那不得上百万啊？没有没有。那你家有这么多羊，这么多，那谁要是当你家的上门女婿，那是不是啥都不用干了？哎，可惜呀，没人当。那我可不可以？哎，你看这天都要下雨了，哦，是哦，天快哥，下你雨上了，我家避避雨吧。去你家呀？好啊，去你家，这天快下雨了，好冷啊！快走吧。走，去你家。啊，这就是你家了，美拉。对呀，哎，你们蒙古人不是都住蒙古包吗？那是不是？哇，这么多蒙古包啊！那这一间蒙古包就是不是一间房啊？当然了，哇，你看一二三四，这么多，那你该找多少上门女婿啊？哎呀，一个就够了。一个就够了？那一个是不是住这个大蒙古包？那肯定的。阿哎，这个。
啊，无啥意思啊？就是爸爸的意思。这小伙子谁啊？这是我带来的客人。嗯，去吧，我包里边装。啊，是叫咱去蒙古包吧？对啊。嗯。啊，都第一次来蒙古包了，还有点不敢进来啊。快进来吧。哦，这么大呀、啊，这么宽敞啊。对呀、啊。哦，你们吃饭也在这儿，睡觉也在这里面吗？对啊。哦。嗯，你可以坐、啊。赶紧坐。好。哎，杨哥。啊啊，没了。这是哈达，这是我们蒙古族最高的礼节。哦，谢谢，我真的太荣幸了。来，先喝口奶茶，暖暖身子。哇，这是奶茶呀？对呀、啊，这是我们蒙古的奶茶。哇，没了，这蒙古的奶茶怎么做的？这里头有奶茶，还有奶坯子。啊，什么茶叶呢？砖茶，砖茶，我从来没喝过呢。我还有肉，这肉是啥肉？风干肉，你快尝一尝。来，杨哥，尝一尝。我尝一下你们内蒙的这个奶茶哦。来试一下。嗯，怎么样？好喝吧？哇，挺好喝的，跟我喝的奶茶都不一样。好喝，真的好喝。真材实料，这可都是。还有肉，嗯，哇，这个太好喝了。哎，美拉。你别站着，你也喝啊，一起喝啊！哎，杨哥，我就不喝了，我再给你弄点肉吃去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没了，这么大一锅我都吃不完，这单弄浪费了。哎，没事儿，我家多的是了。哎呦，哎，真好吃。小伙子，吃肉，哇，这么多，好丰盛的。来，吃吧。哇，这么多，叔叔一块吃嘛。你吃，我还有点菜，你慢慢吃，别吃别聊。哎，没了。嗯。哎，叔叔怎么不吃啊？哎，我爸肯定是以为你是我相亲对象。哦，呵呵，让咱们单独在这儿聊聊。对呀、啊。哦，那啊，那叔叔看上我了没啊？这个就不知道了。来，杨哥吃。啊，就直接这么吃吗？对啊，这是手把肉。啊，直接就拿手吃了。嗯。哇，这也太豪横了吧！天哪，你也吃吗？你也吃。嗯，一起吃。嗯。那没了。你们家这个羊肉真好吃，好吃吧？好吃。哎，梅拉、嗯，我想问你个事儿啊。你说。啊，你看你长得这么好看，眉清目秀的，个子又高又瘦，那个先没有人追你吗？哎，我都不敢谈恋爱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难道你被爱情伤害过？对呀、啊。哎。那你快展开给哥讲一讲，好想听一听你的恋爱史啊。哎，还是算了吧，太狗血了。有多狗血啊？有电视剧演的狗血吗？差不多吧。你越说我越想听，你快讲讲咯。那好吧，我在大学谈了一个四年的男朋友。哇，那你还挺专情的哦。大学毕业，他在一个公司上班，然后那个老板又给他买车，又给他买房。那得是看上他了。然后他就把我甩了。啊，那你还挺惨的哦。对啊。哎，那你甘不甘心呢？不甘心又能怎样呢？这社会不都是呀？哎，你看没了，你家那么多头羊，还那么多蒙古包。你一定会找到一个你喜欢的。那些追我的我都不喜欢。啊，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喜欢。啊，那你不会是喜欢我这样的吧？啊，你看你都害羞了。杨哥，你是陕西的吧？哎、啊，你怎么知道没了？我看你车牌号啊。哇，你太聪明了。我知道陕西人喜欢吃面，所以给你下了一碗面。哇，这白面啊，这么大一碗，这怎么吃啊？就着这吃，就着这羊肉吃啊！哦，哼，我们陕西人不是这么吃的啊。那今天你做了这么大一桌，那我这样吧，你请我吃的内蒙的菜，我请你吃一个陕西的油泼面，怎么样？好啊。好，那我给你做。咱们陕西人吃面要放这个十年辣椒面。哇，你放这么多啊！我这个辣椒面香而不辣的，你放心，香而不辣的。啊。真的好吃的很，咱们再放点这个细粉啊。哇，你还放？没事的，这个粗细搭配好吃一点，口感更好一点。你放心，绝对好吃。油好了，可以泡油了。看一下油泼面啊。哇，这也太香了吧！香不香？流口水了都。我一拌一下就可以吃了。看咱们这油泼面咋样？可以吃了没啦？好，那我开动了。是。
尝一下，大口吃。嗯，好吃吗？陕西面太好吃了，是不是？你们内蒙这羊肉也好吃，是好吃，你多吃点。嗯嗯，小伙，我们这陕西面为啥这么好吃？这么好吃，因为我们的辣椒香啊，辣椒面香啊。那什么辣椒面？这是咱们这个石碾子碾的辣椒面。什么叫石碾子？石碾子你没见过啊？嗯，就石碾辣椒面没见过。嗯，那我一看一下手机边有，你看。哦，原来这就是石碾子。对呀、啊，石碾子碾的辣椒面泡出的油泼面才香呢。杨哥，那这辣椒面你卖不卖？哦，你要买啊？对啊，我想给我爸妈做，都做油泼面。哦，你要的话直接去视频下方链接去抢就好了。视频下方链接一斤到手这么两袋儿，还送白芝麻，划不划算？划算。对啊，你赶紧去抢。嗯，来，美兰，哇，今天谢谢你款待我，弄这么多好吃的，谢谢。哎呀，你的油泼面很好吃啊，是不是？我今天还错怪你了，害你在我车跟前站了那么久，真的太不好意思了。没事儿，换做任何人都会那样做的。那可不一定哦，你看你人长得不仅漂亮，还这么善良，真的。嗯，那个，哎，天都快黑了，我得赶路了。不在这住啊？啊，不了不了，真的，我得赶我下一个目的地，时间不早了。行，那下次来草原记得找我玩。嗯，对，我找你骑马来，骑马一定找你。嗯，那个你结婚的时候一定要通知我，我给你包一个大红包。好。好，拜拜拜。嗯，拜拜。让我为你唱首歌，孤独时候要记得。